好，大家好啊！咁啊，阿细即系咁啊，香港仔嚟到太子站，咁啊约咗个同事啊，咁啊都嚟到呢一个好敏感嘅地方啦，因为今日系一周年啊，八三一，咁啊我咧大约会做一息间嘅直播啦，咁啊睇翻呢个站啦，睇翻周围嗰啲警察警察啦吓、啊，都真系。唔少啦咁啊，亦都因為有其實由今日晏晝中午開始咧，好多行家都喺度直播啊，亦都好多人喺度放花，但係咧啲花咧就當垃圾咁啦，放低就清走。亦都中午時分咧，我哋啲同事咧亦都喺度直播。咁我哋咧嚟到之後睇一睇嚇、啊，跟住咧就周圍喺太子道西啊行一行啦嚇，睇、周邊啦嚇、啊，有冇人係特登啦？嚟到嘅太子站咧，佢自己表示嘅方法啦嚇，咁、啊、我哋開始出發啦嚇，咁、啊、大家跟住咯喎。怕嘢？係俾人打，俾人治。好。咁啊，冇帶穩靜器啊，咁啊用個腳架嚇，咁我哋。啲區議員咧就喺度咧，湛江咧就準備啲花啊，啲桶啦嚇，咁啊啲市民會攞嘅，咁但係似乎都未有啦嚇。啊呢、這個啦，話有啲個別表示嘅方法啦嚇，因人而異啦嚇。咁呢個過馬路啦。收到，明白明白嚇，話、啊、都幾有禮貌啊，暫時啊。因為我望住後面，個又叫我小心啲過馬路，又揸住個腳架孭住個背囊，咁啊温馨提示我多謝佢啦嚇。對面啦嚇，彌敦道啦嚇，咁啊你睇到啦嚇，大量啊，大量係咩咧？自己諗啦嚇，睇到啦嚇，直播咁啊，行家啦，攝錄機啦嚇，市民啦。你咗嚟？唔係啱啱到咋？啱到啊！哦，哇！食嘢啫嘛，梗係啦。唔好意思，聽咗多人聽。哦，得得嚇。咁啊，我企咗中間咁啊，啱嘅，企埋一邊啦嚇，合理嘅。咁啊，我喺警署對面嚇過咗路，咁啊，另一個嘅出口啦嚇。啊，呢、這個就非常高啊，起碼六尺，起碼有六尺高啊。啊，咁啊，呢度都影響到佢做生意嘅嚇，或多或少。咁我行去橫街度睇睇先嚇，周圍行下啦，周圍行下啦。咁啊，見到有啲人咧就好熟嘅嚇，見到我都同我打招呼嚇，我都街坊咁啊，入到嚟我睇下橫街先。非法集結喎，食你買你頭先買魚蛋食啫嘛嚇，係啊，都話你非法集結，係啊，跟住叫你走啊。系啊，食都唔俾你食啊！企喺度食之後又話都話啊，你哋非法集結啦！咁你冇噶，佢噏得出就噏噶啦。尤其今日咁敏感啊，咁你都係一個人嘅啫，你食魚蛋嚟行下啫。係啊，咁都冇辦法噶啦。今時今日，尤其今日一周年嚇咁敏感，你覺得今次即係一周年咧？有好多行家都話你信唔信？即係八三一有人傷亡，你覺得點咧？我睇片又似係覺得有人傷亡啊，因為始終佢哋衝入去地鐵車廂裏面打，咁打法，但係由始至終係冇任何啦，即係正式就冇任何交代啦。係或者係港鐵亦都冇片可以攞出嚟睇啦。係咁就純粹係某喺個直播啲全部度睇到啲嘢咧，但係當時係應該係整個站都係封曬嘅喎。咁但係你即係嗱一年啦，你覺得係即係我哋今日都話題都係環繞翻嗰啲行家係咪即係街市人咁啊？又即係個行家問我就會咁樣講咧。我覺得我係懷疑嘅態度，呢係真係冇真憑實據。咁但係我就即係希望港鐵能夠公開曬所有嘅片段。我覺得講得係咪先？係冇錯。
但係如果佢要公開嘅話，神任早要公開咗啦。啊，冇啊，咁啊，但係係啦，一早幾個月就公開啦，但係而家等咗一年都未公開啊。係啊，冇錯。你諗住喺度留守幾耐啊？我留守下，到底睇下現場情況點樣啦。如果真係惡化嘅話，就自己執生啦。自己執生啊！好，咁啊，自己行下啦，我周圍影下周邊嗰啲。布房啊，或者一啲好似你咁嚇，好勇敢行出嚟嘅香港人、香港市民啦、啊。OK， 好，暫時告一段落，拜拜，拜拜。見到即係平時都出嚟活動嘅、啊、有活動嘅，咁啊見到佢好主動行埋嚟，咁啊嚇同大家打聲招呼啦嚇。咁啊，帶大家行一行啦、啊除了那個主要地鐵出口啊，主要地鐵出口啦，咁啊呢度啦，亦都砵蘭街啊，砵蘭街都好誇張噶嚇，咁啊砵蘭街嗰度亦都好多嘅兩架警車啦，兩架警車兩架豬籠啦嚇，咁啊等等啦嚇喺砵蘭街度，快啲做西砵蘭街交界咧就企即係側。挨咗右手邊啦，應該唔會落地啦，車就擺喺度啦嚇。咁啊，得一條線。得。其實我相信太子所有的出口咧都有警察咧係駐守噶啦嚇。見到黑牌啦，都雲有咗啦，係啦，梗係啦，已經睇咗啲手工手眼都向上住啦，老人性啊嘛啲，唔係手工手眼，警察街嚟添啦，反正。哇！好多行家度揸住啊！直播啊，周圍都有啊。PK 都唔 PK 啦。佢話砵蘭街嚇，大處道西交界啊，咁啊都睇到啦嚇，咁啊有過馬路嚇，呢個行緊過。呢個獅兒啊嚇，呢個獅兒出口啦嚇，啊咁啊，其實每一個。出口咧都有成最少六七個啦嚇，咁啊喺度站崗啊、布防等等啊，咁啊即係呢個都係啊咁啊左邊又有四個，右邊有八個，啊八個咁有四個便衣咁等等啦，三個便衣咁啊咁你睇到啊，布防都係嚴密啊，咁啊又過個馬路啦，兜啦，喺太子站呢個範圍我哋。遊街行街嚇，行一行啦，俾大家睇睇喺太子道西砵蘭街啲太子嘅出口啊等等嚇。咁啊，亦都有啲網民就發起今日開始咧燒街衣嘅嚇。咁啊，我就未必影到啦嚇。咁啊，因為我大約知道有同事會一陣仲接力嘅，一陣會嚟嘅。咁啊，因為我嚟到。但係影到七點鐘啦，我就會收直播咁啊，有同事嚟咁我就暫時就叫做過一段落先嚇，咁啊但係未嘅嚇，我而家啱啱開始嘅啫嚇，咁啊我喺太子嘅主要出口嗰度咧就開始直播，咁啊而家等過馬路，咁我兜過恒生銀行嗰度啊，跟住嚟利津道再行個圈啊，咁啊。大家隱約都聽到有個咩氹喺度咧，叫人離開啊！唔好聚集，叫人盡快離開。啊，呢個燈啊特別慢啲、這個啊。好，覺得嚇。四架車啦嚇。砵蘭街啊，四架車，太子道西砵蘭街就四架車啊。跟住啊，過一過啦，太子道西喺第二邊嘅砵蘭街啊，
屈翻去弥敦道嗰度睇下，呢度就静啲，啊呢度就暂时就未有车，警车吓。我啊兜咗啲喺尽量都喺太子站嗰啲月台咧，直播俾大家睇睇嘅情况吓。咁啊，我过咗兜咗圈啦吓，咁啊你睇住头先个，我喺对面嘅吓。十一个吓，呢个出口十一个警察，好，继续行。呢个对头车嘅方向吓，太子道西对头车嘅方向。嗱、啊，咁我哋右手边啊，好似检阅军咁啊。啊，你睇下前边度咧，多人多到咧吓，咁啊窒窒地啦吓，你睇下睇到啦，我想过去啊。有備而戰啦，有曬所有嘅裝備啊！等等啊，啊，而家過馬路啦，我想過馬路，咁啊就係過之前咧喺太子道西嚇。一個馬路咧，都你睇到呢度啲布防啊，呢度啲大隻啲啊，啊佢有佢過時，我有過。哇！嚟到彌敦道嚇，彌敦道嚇，我喺個彌敦道太子道西交界，影翻對面嚇，影翻對面。咁啊呢度咧，我相信咧都氹氹翻啊！警力是非常勁抽啊！咁啊，呢個恒生銀行啦，呢個恒生銀行啊，我哋睇到啦嚇。啊，跟住我翻轉頭影影啦，有幾多個警察喺彌敦道啊？啊，呢度嚇，就係淨係呢個太子站咧，真係廿零步一個小隊一個布防嚇。咁啊，每個路口啊都有警車啊，咁啊嗱，呢個呢度有兩架啦嚇，啊對面呢、這個就向太彌敦道啊，就向太子個方向嚇、啊、去長沙灣個方向嚇，咁啊呢度咧對面已經有啦嚇、啊，有日車啦嚇，咁啊呢度有兩架啦嚇、啊，有兩架啦，咁啊對面我咧兜兜嗰邊嚇，咁、啊、我哋跟住兜去啦嚇，咁跟住去啦。因為嗰個花咧，放花咧，啲人獻花或者係將啲佢作為個人嘅紀念一啲帶嚟嘅物料咧，就想放喺嗰、那個出面嘅。咁但係咧就喺今朝咧，我就睇到我嘅同事直播咧，就係當垃圾咁啊票控嘅。咁啊，亦都嚟到咧，有一個行家話俾聽咧，好似係拉咗個十歲嘅小童啊，啊立歲嘅小童。咁啊，詳情我就唔係好清楚啦，啊咁啊上警車。咁啊，都唔知點解十歲小童發生咩事嚇？咁啊，暫時我就知咁多嚇。咁啊，我哋兜繼續去。咁啊，其實咧，你啲警車企，即係你喺挨咗條左手條線咧，就令到個交通咧，大家知啦。今日星期一6點，你睇個交通幾繁忙，因為咧就佢嘅警車就泊咗喺巴士站嗰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一架車泊咗喺巴士站嗰度。咁啊，跟住咧，啲車咧唯有就要褪咗去挨中線、挨右線。咁啊，你可想而知，一架警車、兩架警車，咁啊，啲巴士入站又要兜出去，咁啊，啲造成咧，太子道西啊、彌敦道咧係非常塞車啊。同埋有啲網民嚇、啊、就呼籲大家今日咧係霸鐵啦，啊唔好坐。咁啊，可想而知啦嚇，咁啊即係
呢個離君道，我相信有啲市民係帶咗花噶，帶咗花嚇，咁有啲啊影下花啦嚇，好有啲人帶咗花特登噶嚇，咁啊準備喺咩地時間啊地點啊會放花噶嚇，咁啊都唔理噶啦嚇，自己有啲心意就自己做嚇，唔理得咁多人噶啦嚇，總言之大家小心，係嘛，咁啊我嚟到呢度咧，大家都熟噶，呢個噴水池啊，呢個噴水池嚇應該就俾人休憩嘅地方，休息嘅地方嚇。咁啊，亦都嚇，呢度又有六個啦嚇，有六個警察咧就喺度啊嚇，咁啊喺度公園，亦都有啲年青人嚇帶咗花嘅嚇，帶咗花嚟嘅，啊咁啊，佢都係等緊啦嚇。你禁冇得禁噶，因為自由社會帶咗花睇幾時咧就擺落去，或者係用佢自己表達嘅方法啦嚇。警力就好合好多啦嚇，我哋再過一個馬路喺荔枝角度嚇，影影啲花啦嚇，啲花咧影下啲花啦，帶啲花嚟表示嚇，人就我唔影噶啦，影花嚇咁啊，影下個警察啊，影下啲物件，影下呢個停呢個位置嚇。咁啊，暫時啊影咗嚇，全部年輕人為主啊，年輕人。喺荔枝角度啦嚇，而家荔枝角度，跟住咧我就過馬路去第二邊啦嚇。咁啊，因為有警車咧就擲咗巴士線嗰度，交通繁忙。你睇條路幾窄啲人嚇，咁啊真係危險噶嚇。因為呢個咧又啱啱唔知咩燈啦嚇，錄咗嘅行啦，咁啊即係你可想而知啊。繁忙又有人帶咗花啦嚇，好多市民帶花嘅。啊！弥敦道啊，咁啊呢度又有啊水渠道，弥敦道水渠道吓，咁你就睇到咯吓，咪叫佢啦。呢度哇，呢度过咗个公园吓，弥敦道水渠道交界，咁啊你睇到啦吓，咁啊即系话咧，其实。我粗略估計，淨係太子站啊，50部警車到啦、啊、最少50部到啊，我估啊，粗略估計嚇，淨係呢一度啊，嗱呢帶啊，六點鐘收工，嗱呢站應該收工噶啦，交更時間，交更可能換第二班人啦嚇，冇事嘅嚇，啊呢架又係啦，9415又係啦嚇，呢架都係啦嚇。兩架警車，一個豬籠夾住你啲房車4325啊！啊，呢架又一架嚇，咁啊即係咧，你可想而知，彌敦道東行西行全部塞曬㗎啦，因為你睇到啦嚇。咁啊，即係奉勸大家免得過都即係真係除咗你特登落嚟搞活動之外有自己個人活動，免得過都唔好喺彌敦道行啦，你睇下塞到啊！即係講俗啲，阿媽都唔認得你啊！塞到呢度睇咯，啊，因為佢左邊、右邊啊，全部都係車喺度，咁你將係塞曬所有車噶啦，三線車就變咗兩線，可想而知幾塞車，係嘛？好啦，咁啊，去北街，去到北街啦，啊！北街應該橫街應該少啲嘅嚇，呢個北街位置啦嚇，喺始創中心門口啦我嚇，咁啊等等先嚇，啊等等少少時間先嚇，不過有一扎就周圍行嘅，周圍走嘅嚇，周圍巡嘅，咁啊七個。一個綠色衫嘅啊，你覺得係咩啦嚇？或者係綠？有啲人就話龜嘅嚇，咁我又覺得客氣少少啦。六個警察嚇、啊，軍裝綠色衫嘅警察啦嚇，咁佢喺始創中心正門就行下企下嚇，咁啊，話彌敦道向旺角方向。左手邊條線啊，造成塞車。你睇另外一邊一樣嘅啫嚇，嗰邊亦都
因為基本上靈敦道咧得六條線嘅，原本靈敦道嚇、啊、上啊同埋落都係六條線咁啊，但係咧而家咧就挨曬左手邊都係啲警車，就變咗係得四條線嘅啫嚇，得四條線咁啊大塞車，六點鐘放工時間啊。走第二條路翻屋企啦嚇，咁啊，如果你睇到直播，提翻你啲親朋戚友，好，咁我哋跟住去啦，我嚟到拔街，嚟到拔街個方向啦嚇，嚟到拔街嘅方向，我兜翻去太子站先嚇，咁啊你啊咁啊睇到啦嚇，好特別噶。咁啊，我行過咧，好似對我一啲 salute 咁啊嚇，敬禮咁望住我嚇，咁啊都我又有記者證，咁誒我又斯斯文文一個行，咁啊睇個樣我都唔似啊嚇，我又唔係著黑色衫，佢都望住我啫嚇，咁啊兜咗嚟入邊啦，橫街啦，北街嚇，咁啊呢度咧睇先，再行前少少啦，呢個冇。太子站我兜翻个戏玉嗰个地方先吓，兜翻戏玉。戏玉咧就系、是、嗰、那个主要啊传媒报道嗰个位置吓、啊。我喺始创中心啊兜咗个圈噶啦。咁行過咧，都有啲嚇，又應該有我過馬路一個年青人啦，啊一個香港嘅女人啦嚇，咁啊其實攞咗花嘅嚇，同埋喺頭先個噴水池側邊咧有兩個年青人啦，喺度休息撳電話咧，咁啊中間咧亦都擺咗啲一扎鮮花嘅白色嘅花嘅嚇。個西洋菜南街啊，太子道西咁啊，差唔多我喺度兜咗幾一個圈嚇。咁啊，過埋馬路咧就係、是、多警察俾你睇噶啦嚇。哇！呢度都有警察，咁特別嘅嚇。呢度喺入邊啊，賣金魚，金魚街都有啊嚇。不如去睇睇金魚街嗰度啦嚇，橫掂都好。我哋過馬路啦，一陣先翻翻轉頭去到太子站嗰個位置嗰度啦。好，過馬路嚇、啊。好。去金魚街睇睇先。笑死人㗎！啲笑話啲唔笑。咁啊。六點幾，咁因為咧點解我行入嚟咧？呢條街嘅警車個數量都係唔少嘅，啊！咁喺水渠道啊，水渠道呢個位置咧就掟埋啊啲警車嚇。咁通菜街水渠道嗰度咧亦有四架車嚇、啊，四架車。所以呢度是買金魚啊，金魚想通菜街啊，買魚嘅嚇，買任何嘅魚都好啦，買蝦啊，嚇好多嘅，買魚乾啊等等嚇，水族嘅嚇，通菜街咁啊，但係咧呢個特別，通菜街都有四架車喺度啊，我兜兜佢啦嚇，兜埋佢啦，兜個大圈少少嘅圈啦嚇。街啊啊就病埋咗喺呢度啊！呢度又唔阻路嘅啊！呢、這個位置咧，其實就唔會阻得即係彌敦道太多嘅，因為呢度始終都係一啲嚇呢啲係橫街啦。就算你泊滿警車咧，都唔會阻咗彌敦道嘅交通嘅嚇。
最主要睇到咧，啲年青人係買花㗎，咁啊睇下花墟入邊咧有冇年青人特登咧就買花先嚇，跟住先兜翻落去警署嗰度嚇，旺角警署嗰度。花枝道西啊，花墟咁啊，睇下啲市民有冇買花啦。見到啊，對面咧有啲人真係買啊，買咗咁啊。不過我哋我等緊燈，整唔到嚇。咁啊，頭先個師奶又都唔係唔好用師奶啦，係一個小姐就話香港人咧，女士咧就我靜雞雞聽到佢，佢想買花嘅，咁啊，但係佢話有擺花就冇區員幫手接花，咁啊就變咗擺放得咧當垃圾被票控。咁啊都佢同啲朋友講咧，就係用佢自己每一個人都用自己嘅方式啦嚇。紀念下八三一周年啦，咁啊啱聽嘅嚇，啱聽嘅講嘅嘢。即係你放低花就話你抌垃圾，係嘛？咁啊，另對面有一個男士啦嚇，咁啊亦都買咗一扎嘅花啊，咁你睇到咧，其實你買呢啲花就唔係拎花幾點，唔係花幾點絕㗎嚇，咁啊梗係有用途啦嚇。每人嘅表達方法唔同啦，今次嚇咁啊。兩個呢、這個兩個便衣啦，呢兩個便衣啦。这两个，这两个便衣啊，浸浸浸啊，去花档啊，这两个便衣啊，一个元祖着个 T 恤，一个白色 T 恤，一个嗱。就是真的不收花的在花檔都有真的有些人特登來買花特登來買花的都不少的這裡只是一個花檔都看到了那些人特登來買花我來遠望心意花$20啊，有菊花啦，滿天星啦，$20嚇，心意花$20啊，幾老實啦啊，呢個價錢，心意花好過老實啦嚇，呢個白色嘅玫瑰配滿天星，心意花$20啊，呢個真係呢間值得推介啊，呢間嚇，我覺得入好老好老實啦嚇，好老實，你起碼都$20啫嘛，唔使找，唔使煩。啊，咁啊$20，咁就呢度就貴少少啦，呢度$25，但係呢度滿天星多啲。我翻工嚟嘅，我知道咧咁樣咧，幾時去到沙嶺嗰度啊？所以咧，我係有啲間我知道會區議員跟住嚟咗，嚟咗啦而家。呢度係$20一扎啊，滿天星。哇，其實好多好多香港人喺度買花㗎。依間好好噶，係啊！哦，呢度咧有啲有心嘅人啦嚇，有心嘅人咧就買咗一桶嘅花啦嚇，白菊花啊咁大家睇到啦白菊花咁就即係買咗一桶就方便咧啲市民咧嚟攞嚇，攞完之後就會放翻去嗰、那個太子站嗰度啦嚇，太子站嗰個適當位置啦嚇，今時今日自己揾位放啦嚇啊！咁啊，頭先咧我聽到佢就話咧就會有區員咧係幫手咧係收花嘅，咁啊，所以突然間咧佢一講親咧就好多人咧就嚟呢度買花嚇，咁睇到其實買花嘅香港市民係唔少嘅，男男女女嚇，咁你哋睇到啦嚇，喺呢個時間嚟買花咧，咁大家諗下佢做咩咧嚇？
再講多次啦嚇，如果你即係有心人嘅，有心嘅嚇，咁喺呢度。有些人買定了，是啊，呢間直得係啊，因為我街坊嚟㗎。佢買係咩人？買得買曬啊！好有心㗎呢間，係啊。我有啲人幫嘢都係開到七點幾㗎。咁以前咧，佢係方便啦，就話係人買定買得完。係啊，好有心㗎，一個係好正㗎。但係嗰陣間開到七點幾，佢又我今次啱啱俾人打㗎啦，嗱嗰啲。喂，有一桶咧白菊花咧，就係有心人啊買曬啊，咁就即係咁就佢方便啲市民咧，就如果真係自己取啦，自己攞啦嚇，咁啊即係似乎有半桶嘅白菊花啦嚇，免費派發噶嚇，咁啊即係佢啊有啲滿天星啦嚇，咁其實好多市民喺度買花嚇。嗰啲狗見到花發癲嘅，咁嘅。哇，白啊，好。見到啲花就發癲，發癲嗰啲狗，佢都講得好，吸咗好多啦，俾佢吸曬啦。啊，講得好白啊嚇，不過大家都知道啦。唔好當香港啲人傻嘅先得㗎，全世界都知啦，佢老細都俾人哋制裁啦，屌，全世界冇一個阿頭俾人制裁㗎，你香港都咁啊，仲要好威，做埋啲喪心病狂嘅。喂，真係好多市民啊買花㗎嚇，係。再講一次啦，喺度有啲有心人就買咗一桶嘅一個花檔啫，可能唔止一個花檔嘅嚇，即係咁啊，一桶花檔係方便咧市民嚟攞嚇。咁啊，買一扎滿天星啦嚇，咁通常都係配嘅啦嚇。買一扎嘅滿天星啦，再攞啲白菊花啦嚇，咁誒都好好睇㗎嚇，呢個配搭非常好㗎嚇。咁啊，有啲嘢就特登咧入去。包包佢先，剪剪佢先嚇，剪齊個腳啊，齊齊整整嚇。咁啊，另外呢一檔啦嚇，另外一檔咧，心意花係20蚊啊。咁啊，有玫瑰花啦，白玫瑰啦，配啲滿天星啦嚇，亦都20蚊噶嚇。其實呢個係老闆嚟嘅，啲老闆咧特登咧，我估係啦，因為佢著咗一啲嘅啊，咁啊攞咗扎油放落去嚇，因為咧。攞曬啊！又放攞曬翻，有心人我相信就係呢個老闆啦，即係又收人就係呢個老闆啦，啊！因為我啱啱見到咧，佢喺入邊咧就剪齊佢，剪到齊輯輯咧就放咗落去，即係咧呢一桶嗰度又多咗啲白菊花啦嚇，咁嚟襯一襯嚇，咁啊就嗱有啲滿天星啦，有啲白菊花啦，咁啊即係襯落去係幾靚啊嚇，咁啊襯落去就非常靚嘅啦，呢個。呢個香港人嘅呢個女士啦嚇，呢個女士就喺度攞啊，好多好多嚇，入邊都好多人喺度買花。嗱，我唔係介紹花檔啊，只不過咧有呢個係即係呢個現實，好多人喺突然間咧喺呢個嘅花檔嗰度咧係買花嚇。咁啊，啱啱我哋嗱真係好多人噶。咁你睇下圍住呢兩間花店啊嚇，係呢兩間嘅喎，其他係少喎嚇。咁啊抵啦，20蚊嚇，其實好抵嘅，20蚊嘅心意花。啊！而家呢啲可以攞到沙嶺啊！呢啲你可以拎去沙嶺個完咗啊！區議員嚟咗啦嘛。係咩？好，我跟一跟你啊！話咧，頭先個女士就話區議員嚟咗收花，咁啊，咁啊，我跟一跟去嗰個站度睇下收花啦嚇。每一次呢啲任何活動啊，總之係831呢個日子咧，多數都係獻花。唔會忘記啊！我相信好多人都唔會忘記有呢個日子噶啦嚇。呢個係好傷痛，呢個烙印係好痛噶。好，我喺後面跟佢啊，進。你每個月都嚟噶嚇，係嘛？我最好的。
兩隻狗喺側邊。等燈啦，等燈嘅過程咧就咁啊，佢問我係邊間，咁我俾咗個證佢咧，佢就俾個手指公我嚇，咁啊我就細細聲話俾佢聽咧，隔離有兩隻便衣嚇，啊又話鴨頭，即係佢都留意到噶嚇，呢兩個嚇，呢兩個咧頭先講過啦，啊呢兩個就係好耐啦。成日都有顧客翻嚟買。你睇下咁樣過馬路，你就知啦，打橫過嚇，都唔係依照交通燈嘅嚇。咁啊，佢頭先就喺花檔巡視啊，喺花檔巡視啊，跟住啊，枕住係撳電話啦，啊睇信息啦嚇。咁啊，頭先我過馬路就見到兩個，咁啊翻嚟又見咗兩個嚇。不過頭先嗰個女士就唔行住，哦喺後邊，因為避一避先啦嚇，俾人跟，不如我喺後邊跟，調翻轉我跟嗰個啦，佢係喺我後邊，即係佢係之前喺前邊嘅，啊，因為佢見到咧呢兩個係便衣嚇，喺花檔嗰度步，咁啊佢就行慢啲，拖慢腳步啊，筷子道西，好快到去到警署噶啦嚇。我相信呢度交通就一定是非常繁忙的了、啊、我兜了一個圈的了、啊、去回我起步點，去回我起點，在始創中心兜了一圈太子道西、啊、去唐美道的交界看到了，我很快就去到黃景柱的了，其實大家咧，即係啲睇到啲警署咧，左風右風，水馬啊，啲石得咁高，設得咁高，即係今時今日應該用水馬圍住自己嘅工作範圍，做咩咧嚇？驚咯，怕咯，係嘛？我今日翻嚟一點，係啊，係啊，你一嚟一點仔，揾自己位置放啦，你放喺嗰度就。好啊，位置俾你放，边个位置？系啦，我唔知有冇区员嚟咗，有人话区员嚟咗，哦。系啊，而家企晒喺度啦，揸翻嗰啲。我先揿好嘢嘅，唉，关你咩事啫？死唔死人都，唉，你屋企就死人。不过通常都系咁噶啦，吓，有啲人行过，有人揸翻就闹，咁啊，有啲就冇需要理会啦，吓。人哋伤害唔到你。系啊，每个人有表达嘅。即係我覺得今時今日咧，每人嘅表達方式係唔同，但你唔好鬧人咯，係嘛？先大家立場，大家思想，大家講説話唔同。食鹹我都會食。係啦，咁啊，嗰個先生講得啱啊！你中意食鹹，我中意淡。咁啊又嗱，咁啊呢個區員又收咗一籃花咧，就見到佢搬去佢自己嘅位置啦嚇。對面嗰個企曬喺度。啊，咁啊你真係啦，咁啊即係嗱，咁啊一呢度一個紙箱咧滿曬啦嚇，佢又一箱滿咗啦，就因為限聚令啊。即係心意啊！上水特登嚟出嚟啊！係啊！喂，入埋一個出剩啲街坊一齊出啦！自己一個自己出啦，好多人自己出啊！因為點啊？嗰個思想唔同啊嘛！啊啱嘅，哇！自己中意咪行出嚟咯！啱嘅，自己出嚟中意做想做咩咯？又買咩花咪買花啦！好似嗰個買，我話嗱呢個女士買太陽花嚇，每人個諗法唔同啊嘛！我中意白菊花啊，幾年得啦咁樣啊啊！好，我就行啦，影埋嗰啲花墟。咁啊，太子道西啊，而家。不過而家咧，都唔夠膽，都唔夠膽。佢唔驚鬧你啊！啊，呢個得口得面影佢喎。啊，有一個年青人啊，即係年青人兜對面嚟影啊。對面影住啲軍裝嚇，影咗好耐，警察唔理佢啦。似乎暫時嚟講係斯文噶，斯文意思就係、要做嘅嘢就係宣布限聚令嘅問題。
跟住警察在周圍布防嚇，咁啊布防就好嚴密啦嚇。你睇到啦，又喺中間行過，我又喺中間行啊嚇。好似話俾人過。要過翻去嗰個花放花度。哇，咁多嘅，都係兩個年輕人咯。咁啊，圍咗啦嚇。三個人在封鎖線入面啦嚇。我都等緊個馬路嚇。都好斯文啊嚇，嗰啲傾偈嘅啫，大家都嚇。都解釋翻啲條例啊嚇，大家都有反應嘅嚇，有互動有溝通。跟住我盡辦法就去到主戲玉嗰度啦嚇，呢個今日嘅戲玉啊，好多傳媒全球啊，又我見到頭先有啲外媒嘅，有啲外媒都喺度啊嚇。哇！個燈好耐，好，我得啦嚇，咁啊睇到啦。呢度就傳媒就好多啦嚇，好多傳媒嘅嚇。咁啊揾個靚位啦嚇，咁啊區議員幫手啊，有啲區議員幫手啊，每次都係啊，區議員咧幫手嚟將啲花咧，哇三籃，頭先攞咗一盒嘅喎，咁啊即係係好多噶嚇。麻煩你啦，就睇呢個西郊嘅，我啲攝影機記得住啦，即係唔好。OK， 收到，因為我話入唔到位置啊，佢又而家佢講啊，我當係假設佢對住我啦嚇，咁我哋俾我整個 OK 手勢佢，咪搞掂咯嚇。咁啊，依家我揾個有利位置啊，攝入去個記者區影一影啊，因為好多好多市民啊嚇，任何年紀都有啊，有啲年青人啊，佢中年男子啊，都係嚟方啊獻花嘅嚇。咁啊，區議員幫手啦，咁啊呢個秩序好整齊啊！我啲水機朋友注意啦，咩麻煩？如果記者入去翻電視區度，我哋依後面過翻電視進行阻塞，麻煩曬你。一隻白色 T 恤，我哋攝影機，藍色背囊嘅人士注意啦。哇！上邊警察啦。涉涉个位啦吓，冇办法，就一就啦吓。即系暂时揾咗一个小小嘅空间啦，可以影到个正面啦吓，啲区员嘅正面，同埋啲市民献花嗰个位置嗰度啦吓。我相信佢好快就叫我走，因為我就唔係喺個封鎖線餐單入邊嘅記者區入邊嘅嚇，我就喺個燈柱度舉個電話出嚟嚇，我啱正面，呢度呢個位置永遠都係噶啦，半條路就好多人都塞曬嘅嚇。呢個市民就響起咗啦，麻煩如果過馬路嘅人士先，而家過馬路，好在無人嘅停留。除咗係花之外咧，仲有種花之外咧，仲有咧自己拍照。而家多嚟住嚟話俾我聽，我收直播啊！呢個花壇啦，呢個永遠都係。車水馬龍就非常多人嘅嚇，咁啊頭先我喺過馬路之前咧，都啲區員咧就將一個紙盒嘅花咧都送走啦。咁啊而家其實三個咧啊三個紙皮盒咧都滿曬，咁咧佢有佢就會佢左手啊攬個籃，右手攬個籃，佢跟住佢就用個電話啦，我先用電話就通知佢嘅。自己的朋友啊，或者佢自己啲辦事處嘅人咧，我假設啊，應該係收花，因為佢三個嘅紙皮盒咧，
已經滿曬啦。哦，咁你咧手都攬住啊，一扎啊，啊個扎好大啊。咁啊，頭先阿花墟行過嚟，我想言之啊，買花嘅人好多嚇、啊。突然間咧，區園收花咧，啊呢一、這個活動咧，啊都睇到啦，又有一啲年青人啦嚇，咁啊好有禮貌咁啊，交俾啲區園啦，係即係。要念一周年啊嚇，八三一，嗰啲活動啊，喺一年之前咧個活動咧，可能係犧牲咗個人啦、啊，犧牲咗香港朋友啦、啊，呢個非常。咁啊，好多市民亦都喺度等過馬路啦、啊、嚇。就是被那些警察就影響了。啊，好多啊！諗住開咪啦，開咪叫啲人咧就過馬路前行啦嚇。咁啊，你都知道啦，呢個位置咧其實係半條行人路就係封咗噶嚇。咁啊，即係咧，其實基本上咧呢度就係即係兩米嘅啫，即係六尺至七尺嘅條路啫。你封咗一半，咁啊啲人咧睇到啦，點過馬路啊？點通過啦、啊？
剛才三桶紙皮箱的花呢又清清了三桶，我剛才對對面又即係前後，如果我冇記錯，呢個四個紙皮箱的花咧已經清走啦嚇，即係好快啫。因為如果咁多香港市民啊啲啊排曬隊咁獻花啊嘛，都紀念啊一年前嘅發生嘅事咧。你睇下，即係識川流不息咁獻花啊，源源不絕咁經過，將啲花咧係俾兩位嘅區議員嚇。咁啊，而家就唔可以握手噶，手踭撞手踭啦，嚇、啊！即係叫做握手啦，好特別噶嚇、啊，因為有個肺炎啊，人哋唔會握手嘅，撞一撞手踭咧，啲禮貌嚟噶，啊！喂，前面有剛才已經係清咗四桶嘅紙皮箱嗰啲花籃噶嚇，而家又多五個，又多五個嚇，咁啊其實獻花嗰個速度同埋獻花嘅人數咧係非常多噶嚇，咁啊你都睇到啦嚇，其實香港人唔會忘記今日嘅。嗰邊撳低咗兩三個喺度啊！喺李敦道嗰邊，由呢度巴士後邊。嗰度撳低兩個，公園嗰度又撳低一個後生女，嗰度一男一女，冇曬記者影住，幾廿個恐懼啊！不過呢個係集中點嚟㗎，係啊，冇辦法㗎。邊度啊？巴士後邊，公園巴士嗰度啊，而家仲幾十人圍住個僆仔，喺度拗緊。我行過嚟揾，冇記者。似乎都幾特別喎、啊、有個銀行人嚟撳機叫人走啊，警察入去涼冷氣啊，對過一過行一行睇睇啦嚇啊！你再翻轉頭再影頭先嗰個花壇啦嚇，啊那個祭壇啊！因為咧，過馬路行慢咧，都比警察咧又要行快啲。咁啊，你可想而知引起咩情況啦？梗係出聲啦，嚇！梗係出聲啦，係嘛？呢個好正常嘅反應噶嘛，行快啲，行慢啲，你呼呼喝喝。咁啊，好多市民又真係好不滿噶嚇。咁啊，頭先嗰個男士就提我話，對面咧有啲人俾啲警察咧撳住，俾啲狗撳住，咁我睇下有冇嘢發生先啦嚇。咁啊又兜兜啊嚇，嗰啲車都唔會走噶啦嚇。咁啊等巴士啊，真係今日都係一啲唔知點講啊，點形容啊？等巴士有排等，因為塞車塞得好勁嚇，塞車塞到飛起。離遠望一望嗰個公園仔啊嚇，咁啊似乎就頭先個先生話有幾個年青人俾啲警察撳住，咁我望一望先啦，離遠望一望先，望冇嘢發生，我再翻去嗰度嚇。你獻曬花，擺曬啲花啦，你哋。獻咗花啦，好啦。放寬啊！你等巴士啊？唔係，夏天係啊。夏天等巴士今日嚇，我頭先見到你翻去買票，係嘛？都見到。係見到你，因為你好特別啊嘛。呢四個人當中最年輕係你喎。多謝。你買咗咩花？擺喺個花壇度，買咗咩花？我冇睇啊，我以前。係咪本天星定咩啊？白色花得噶。白色花啊，買啲白色花本天星。貴唔貴啊？你覺得啲花？幾多？廿蚊啫。影到啲有廿蚊啊！今次啊，心意花啊，廿蚊啊。係個心意啫。同埋有一間咧就有一間咧就任攞嘅，任俾人攞嘅。影唔到啲嘢㗎係嘛？
影唔到啊！攬俾你影到啦。哦，咁你特登噶？系啊。哇，好靓喎！特登喺个旺角景处嗰度，攞啲花嚟影个作为背景啊。得啦，咁咪得啦，你嗰度有啦。你住喺边度？特登过嚟噶？我喺香港。喺香港島。啊，佢都喺香港。我屯門。你住屯門啊？我都喺屯門過。你都係屯門。係啊。坐59X 啦，不過可能佢60X 啦，但係塞車啊，忍耐少少啦。我嚟嘅時候都塞車，嚟嘅時候都塞。冇啊，特有排塞㗎而家。好。我尋日都出嚟啊。啊，五大送茶啊，一不可。香港人嘅啊，特別。因為我近啲建築喺翻去買花啦，嚇，呢四個嚇。四個香港人啊，一個男士，三個女士，我應該點講？一個男士，兩個女士，一個小朋友啊，咁啊喺花墟買花，咁啊啱啊我路過，咁啊同佢傾下偈先啦嚇，跟住我就翻去嗰個花壇嗰度咧，再繼續咧報道，因為佢係指住我記者牌，佢嘅我相信都係啲讀者嚟㗎嚇，咁啊多謝你哋先嚇，繼續努力啦，大家好，大家努力，加油。睇咗佢睇咗我記者證入面又係俾隻手指公話，咁啊又話佢都睇嘅，咁啊即係其實多謝啊，都如果覺得值得推介嘅，咪分享俾你啲親朋戚友咯，啊咁啊起碼多一啲嘅資料，多啲資料咧睇到咧個實際情況嚇，任何嘅事情嘅真相。咁啊，好過你講好多嘢啊！即係睇咧就清楚咁啊！依家年青人喺度等啦嚇，等埋等佢嗰度啦嚇。坐喺嗰度，坐喺邊度坐？你啲啊？係啊，坐喺度坐，坐喺度坐。你坐喺度坐，佢話佢放喺邊度？佢話佢冇屋企啊！佢諗冇喺即係香港，唔係香港人啦。依度圍咗好多人喺度噶嚇。咪有啲炸咗花啦，炸咗啲花。即係佢話唔好咁炸。你喺邊度啊？你喺邊？啊！人哋坐喺度休息啫嚇，都叫人坐。你喺邊個位啊？佢坐喺個啲消防喉頭嗰度休息啫嚇，都請人走。咁啊，呢度其實冇乜人嘅，唔需要請人走啦。休息都唔俾人走，一個唔夠就兩個，咁啊即係休息都唔得啊，即係要有時都。好咁啊，停留都唔得啊，咁啊知道嚇。總之喺呢個範圍啊，彌敦道、太子道西喺呢個十字路口咧，行就得，停留就唔得啊，行就得，唔准停。咁啊，呢個十字路口啊，大家喺呢一年紀咧，啊呢度啲呢個戰場就大大小小不同嘅戰場嚇，都發生喺呢個十字路口嗰度啦。咁啊，而家喺對面嚇，嗰度啲人咧過馬路啲人啦，即係難以形容啲人。好，又過翻嗰個花壇啊，祭壇嗰度啦。咁啊，大約咧影到7點鐘到啫嚇，咁係有同事接力嘅嚇。基本上呢度就唔可以停留啦嚇，你真係呢度啊，似乎呢個時間嘅人咧人數啊係多非常多好多。
咁啊，呢、這個的士嘟嘟嘟唔知咩事啦嚇，咁啊都引嚟一啲嘅特別啦嘅效果啦。大家如果你睇緊直播咧，咁啊你睇到啦嚇，即係你自己計一計個時間咧。香港人咧嚟到呢一度太子站啊，啊呢、這個鐵啦、那個月台啊呢、這個出口嗰度咧，你睇到啊啲香港市民咧啲花咧係佢個花壇啊呢、這個祭壇咧係非常多噶嚇，咁、啊、你睇到噶。咁我相信呢啲一周年咧。係，好對香港人或者全球嘅華人啦都幾傷痛啊！大家注意啦，啲衫啊，攝影機嘅朋友，睇下搬咗啲後面嘅人咁啦。我今日講我，佢唔好理啊。係咯，你咩色短袖衫？長袖襪翻嚟，遮住啦，遮住度。我咩？有機會就要送嚟啦。遮色我灰色嚟喎呢個，我真係就。佢哋知道啲花點樣擺咧，都係聽日拎去沙嶺啦嚇，咁都係我都次次都係咁樣做噶啦嚇，即係啲區員咧，其實係真係有心出有盡心盡力啦嚇，即係做咧呢個位置人又多啦，同埋熱啊嚇，咁我哋兩個嘅區員咧企喺個大方嚇，咁啊收花放落個紙盒嗰度啊。跟住咧又打電話叫啲嗰啲同事咧係收走，啊每一次都咁做啊，應該好多次都咁做啦嚇，啊啲睇到盡心盡力啦嚇，為咗一週年啊八三一紀念嘅日子啊，呢個花壇啦，呢個祭壇啊，付出好大嘅即係時間同埋努力啊嚇，咁啊佢都抹汗啦嚇，因為我都熱啦，或者佢又著咗西裝噶嚇。有一個女士拿了一張報紙嚇，咁啊佢行得好快，所以看不到啲字啊，咁你。可以咧就買份《蘋果日報》啦，咁你就知道啦。紅色嘅，啊紅底咧就白字。影多幾張人攤炒蛋，唔該。影多幾張人攤炒蛋。因為咧呢個位咧，你要翻幾多鋪啊？過馬路咧冇得㗎，你咁樣笑，冇，係你後邊啦，影影得靚，或者你去翻過馬路又得，嗰邊又得，唔該。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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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登買咁，你遞到手咧，其實都誠意完全，即係好難接㗎。咁啊接，佢攞咗之後就放低地下，繼續佢嘅工作啦，為香港嘅市民服務咧，啊收花啦，然後放落個紙皮盒嗰度，咁啊不斷㗎嚇，咁啊。
都有啲網民就發起今日咧就十八區燒家衣啊嚇，咁我相信大家都可能喺唔同嘅媒體啦嚇直播咧，我相信喺十點打後咧就至到今晚啦嚇，我相信都可能通宵又都燒家衣噶嚇。咁啊提翻啲小朋友啦，即係九月一號都要翻學噶。哇！真係嚇，一過親馬路就好多人攞啲花啊，滿天星一扎啦，白菊花啦嚇，啊好多嚇，白玫瑰、白菊花啦嚇，咁都以白色為主啦，白色為白花為主啊，都係一個紀念嚇一週年八三一嗰啲犧牲咗嗰啲嚇啲香港市民啦、年輕人啊。咁啊，上邊嗰個揸咪嗰個有啲燥噶，有少少燥啊！點解咁講咧？佢講嘢越嚟越快，越嚟越大聲啦嚇！希望佢都斯斯文文啦嚇。有頭啦！有一個香港人的市民冤有頭啦，過咗今晚先算啦，佢大聲對住添。唉，你冇係咩好嘢啊？一禮拜你老母。我自己機人自己機啦，麻煩唔好搞到人哋咁衰咗而家啦，咁啊。我咩話都唔得啊！太哥都聽到啦，再唔係幫佢哋開路啦，搞你阿哥馬路。咁多嘢唔食食屎！喂，叫你老母出嚟啊！喂，我好想識佢啊，好偉大啊！出嚟收嘢啊！咁多嘢唔食食屎！走，收嘢啊！我影咗背脊啦，頭先嗰兩個市民啦，破口大罵。頭先你聽到啦嚇。有個外國人啦嚇，有個外人咧有咗白色嘅，我睇唔到咩花添啊，白色花一扎啦嚇。有個外國人嚇，我相信都係喺香港出世嘅外國人啦嚇，穿得好靚嚇。有背心啊，白色衫嘅一個外國人咧，都有一扎鮮花咧，係交俾區議員啊。佢喐唔到啊，因為呢度現場係非常繁忙，好多人啊。因為呢個中環交錯啊。佢唔係單程路啊，咁啊左右中環交錯，嗰個馬路就正面，咁啊跟住左邊又係，咁呢個咧就即係 T 字嘅路口嚇。我真係唔知咧，又有兩個紅綠燈過馬路，係非常繁忙嘅。尤其依個時限，而到今年今日，繼續係小單車繼續前行，好彩啲後面嘅人士啦，啲後面嘅人士先阻塞咗啦，慢慢繼續前行。咁啊，我大約咧直播到七點鐘啦嚇，咁啊七點鐘咧有一個同事咧就會接力嘅嚇，接力賽，咁啊係即係一個好大嘅接力賽啊，咁啊即係好多嘢係直播俾大家睇嘅嚇，由今日至到聽日嚇。亦都喺度多謝曬，咁啊，我哋同事啱啱到，咁我咧就我計得好準時嘅七點嚇，咁咧就大約七點鐘啦，咁啊有一個另一個同事咧就接力，咁啊我哋啊互相咧係做一啲嘅角色啊，因為如果唔係咧全日喺度咁咧，都係一個好吃力嘅工作。哇！下次唔好搞呢啲嘢啊！我就為呢兩最嘥成嚿水嘛。嚇、啊！嘅大家都識嘅，個好得意嘅香煙，著咗眼鏡，戴住口罩嘅，識嘅過馬路，戴攝影機嘅，著住黃色背心嘅攝影人士，麻煩如果係媒體嘅，去翻媒體嘅攝影區嗰度。你哋講啊，咁啊睇落去就越嚟越多人啦，嚇！擺地下咯，唔係，幫我解開我擺喺背心度，解唔到，幫我解開嘅，我擺喺褲袋啊。
越嚟越多香港人，同埋越嚟越多傳媒啊嚇。Thank you。你催市民行過馬路，但係咧一邊咧就綠燈，一邊咧就紅燈。咁你又講咧就唔知催邊邊啊？如果嚟敦道嗰條路咧，仲要啊！你喺度咧對住麥咧就正面咁講，就引起啲市民咧就好燥啊！因為呢度實在係好多。係啊，我咪通曬咯。背後有橙色字嘅先生，請注啦！請如果要行嘅，即刻停啦！唔好做咩邊個停啦！好頭啊！好頭啊！啊！聽到聲啦，咁啊，又一罩嘅市民咧就可以過馬路啦嚇。嗱，呢度過咗啫喎，另外一邊又紅燈喎，所以咧。都呢度咧，呢個位置咧，交通燈係好尷尬啊！咁啊，你就繼續啦嚇，睇翻香港人啊，香港人嗰個心意啦嚇，不變嘅嚇，一年啊，咁我想你獻花嘅市民，紀念一週年八十嘅市民啊嚇，啊突然間我全聯絡完咧，就走咗去區員側邊嗰度嚇，啊大聲嗌。就算黃色背囊嗰位女士，睇下佢做乜邊度停留啦？如果過馬路嘅，請過馬路，請繼續前行。你咁樣企喺度，我又見到佢啲工作人員咧，就攞兩個紙皮盒咧，又嚟收翻啦嚇。收咗幾多盒啊？今日而家暫時未初步估計係九到八度咯，九到八度啊，九到八度。都嗰啲義工喺我側邊行到，咁我問咗佢啦。咁佢話初步咧有八至九啊箱啊，八至九箱咧啊，嗰啲紙皮箱嗰啲花啊，咁啊八至九箱，大家讀者你估下幾多支啊嚇，幾多隊啊，幾多束啦嚇。咁啊源源不絕啊，繼續獻花，紀念一週年八三一，香港市民嘅威力喺直播就睇到啦嚇。咁啊你睇到啦，仲有啲市民咧。估嚟做緊咩啦嚇？自己睇啦。哇！又將兩箱嘅。滿曬紙皮盒嘅花咧就送走啦嚇，咁啊直接目前咧八至九箱啦，咁啊再加依兩盒，咁啊總數咧就應該係十一㗎啦嚇，十一盒啦嚇，咁啊啲人啊幫幫手啊，跟住啲花，十一啦啊，如果頭先佢講係冇錯，八至九十就一歲十二盒啦嚇，咁啊一打啦一打箱啊，嗰啲紙皮箱有十二啊。十二箱就搬走，咁啊，聽日咧就拎去沙嶺啊，公墳嗰度，公祭墳嗰度咧就放置嘅嚇。啊，你睇到？咁啊，我就行一行周邊，咁咧我就阿細直播咧就到此為止，因為有同事喺度接力嚇。咁啊，我亦都咧就揾個位置出翻去先嚇。咁啊，因為近。機啊，你繼續行啊嘛。我行一行周邊，我行下周邊咧就完成嚇。咁啊，我亦都行前少少影一影少少花先嚇。要下嚟跑上去行人，請繼續前行。
話香港人啦。誒睇到啦，有啲特登着杯色喺度慢慢行。咁啊，呢個呢個永遠都係一個主要嘅風嘅位置嚟你直播好耐，我哋唔使食。好，咁啊呢度啊，因为弥敦道旺角警署嗰度咧就过马路啦吓，咁啊过马路，咁啊再影影周围，咁我咧就收咗直播，有同事喺我知佢开咗直播，咁啊喺个花坛喺个嗰个位置嗰度咧吓。個祭壇嗰度咧，佢亦都開始直播啦。咁啊，即係我行下周邊，咁啊，你哋可以欣賞 A 台同 B 台都係看中國嘅直播台。我哋任君選擇啊，任你決定，有得揀。咁我不如直行啦，我直過啦嚇，因為嚇有啲年青人都喺旺角警署嗰度啊，咁啊都係可以。俾直播大家睇，我行慢啲，行慢少少啊！咁啊，行慢啲可以睇到，唔影樣啊！七二一唔見人，七二一唔見人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嚇，行慢少少嚇，我還活著嚇，咁啊，即係大家睇到啦。有唔好意思嚇。呢個咧就係喺旺角警署啊，彌敦道旺角警署啊，咪有個男士啦，啊有啲白菊花喺度啦嚇。呢個喺警署側邊。唔知人鬼唔出鬼，就係爸爸。今日你啲算幸運啦，有啲仲喺醫院未出嚟啊，斷手斷腳嗰啲啊，屌你個母啊！先嗰排都仲有三四百人啊，都仲喺醫院啊，你都冚家產啊！屌你個母！最先叫福建幫黑社會嚟香港，叫成20,000人嚟，話同香港人攣過嚇。嗱、啊，你啲資料邊度攞俾你噶？邊個？啲資料啊，福建幫20,000。即係我七二一五人。八三一打死人，跟住咧叫元朗黑社会嚟打啲示威者，打死人。咁啊，又唔够啲示威者打，嗰个点啊？嗰叫武警嚟，叫4000武警嚟啊！乜点啊？嗰个冇 number， 4000啊，大佬。打死人。嗰4000系畜生嚟啊！唔见人。打死人。唔见人。打死人。有啲佢哋係即係疏啲嚇，咁啊啱嘅兩個，啊避免一啲又俾警察有個理由啊限聚令啊。都話喺彌敦道嚇，我個警署側邊一邊嚇喺彌敦道，咁啊有咗市民都企咗喺度，有佢自己嘅方式啦，自己表達嘅方式啦。有一個男士就攞個花啦，有左手咧就五隻手指舉開啦嚇，佢啊兩個女士企喺度啦，又分開一下。我還活著嚇，咁啊，跟住我就一路行過去嚇，沿住警署嘅周邊啦嚇，啊接曬牆嗰度佢哋，係都好多噶，好多年青人為主啊，我睇到嚇，咪影咯，每人嘅表達方法係唔同啦嚇，咁啊佢又有特別噶，有擺拉尺啊，度距離，咁啊自己喺度罰企，唔係唔滿滿講，自己係用自己表達嘅方法嚇。好，咁我哋繼續啊！我還活著，繼續咧，繼續行啊！七二一，五二人，七二一，五二人，七二一，五二人，八三一，八四人，十二一，八三一，十二一，八三一，七警，死全家，八警，死全家，八警，死全家。Thank you.
接寨王的警署的個外牆那裡是很多的市民呢就在這裡有自己表達的方法啦、很安靜的、在那個祭壇和花壇那裡旁邊、在旺角警署、彌敦道、在旁邊那裡呢灰色的外牆那裡就自己有不同的方法啦、有些就有文宣有些紙牌、有些就握埋嘅手啦嚇，自己喺度自己表達嘅方法係唔同嘅嚇。我喺度影多一段時間啦嚇，咁啊呢度咧其實喺旺角警署周圍咧都有成，我租嚟估計都有成十幾人啦嚇，自己有唔同嘅表達方法。右邊係引到巴士站啦嚇，因為塞車啊，可能大家收音啊收到啲巴士嘅引擎聲。因為我啲頭髮太長，真係剪咗落去競爭嘅。有一對啱啱嘅年輕人啦嚇，都係年輕人，啱啱加入㗎嚇，啱加入。第三音過呢度。今日幾時啊？有個人咧，你睇個手勢咧，知佢表達咩啦嚇。我唔想多講啦嚇。呢啲手勢咧，就呢一年咧，好多嘅香港市民咧作出嘅手勢。咁佢表達乜嘢咧？大家睇直播你就知佢表達咩講啦。盡在不言中啊！嗰個手勢，一啲文宣，一啲句號，一啲嘅吶喊，一啲嘅説話，你睇到啦嚇。呢度都幾特別噶，咁啊喺個祭壇咧，嗰個地鐵出口嗰度咧就佈滿曬警察。咁啊，但係呢度呢個自己嘅地頭啊，喺旺角警署咧個外牆嗰度咧嚇，咁啊就好似一個警察都冇啦。我相信有變啲嘅嚇，咁啊容許啲市民喺度嗌口號啊，或者係自己有個人嘅表達方法啦，啲文宣啦，喺度獻花啦，左手五隻手指啦，右手一隻啦嚇。我哋睇到啦嚇，我哋睇到嘅情況嚇。哇！喺啊，頭先太遠啦，舉起藍旗添，喺 City Bank 入邊啊，啊喺入邊舉藍旗叫人離開啊，幾特別啦嚇，即係唔俾人入去銀行撳機啦嚇。咁啊，好多行家咧就影入邊啊，即係入邊啊臨時唔俾撳錢啦。舉旗啊！咩旗啊？睇唔到添。藍旗啊！舉起喺 City Bank 入邊啊，入邊定出邊舉旗啊？睇唔到添。喺入邊舉旗啊，出邊舉旗啊？藍旗啊，咁特別嘅，喺個銀行門口花旗銀行嗰度舉旗。好啦，就講就到啊！警察都嚟啦，突然間離風啊！呢度又封一条橙带喎，呢个阿 Sir 啊，白色衫又封条橙带。哇！呢条路咧就即系两米六尺啫，再封条橙带即系唔使行嘅得啦。啊，咁啊，避一避先啦。喺呢個路口咁窄，封條嗱，本身佢咧封條橙帶咧就唔俾人就企喺出邊嘅嚇，咁啊但係呢度再封喎，咁啊可能封長啲啦嚇，咁啊呢度似乎警察又喺度開始封路啦。咁啊有 A 台 B 台嚇，咩意思咧？就看中國咧有兩個咧係直播嘅嚇，咁啊大家可以咧。睇個花壇祭壇嗰個範圍啦，或者睇周邊，咁你自己可以選擇噶啦嚇。好，咁我再行多陣間啦嚇。我呢度車就塞車嚇。
再行前少少啦。弥敦道啊，如果你谂住坐巴士咧，吓坐住弥敦道坐巴士，谂住去油麻地啊，咁你睇到啦，完全系唔喐噶，咁啊，大家避之则吉啊，吓避一避开啦，尽量咧，即系你出嚟就唔好即系点讲啊？霸鐵唔坐地鐵，唔坐鐵路，咁你巴士呢度塞車，咁可能揾其他路，唔好盡量都唔好喺彌敦道啦，因為呢度咧塞得好勁抽嘅嚇，好勁啊！咁啊，迎面咧好多人咧都，迎面咧好多人咧揸住啲花咧就即係去花壇噶啦，睇到啦嚇。咁啊，呢度咧大大話話咧，阿牛哥嚇，阿牛哥，喂，牛哥。特登嚟喎，哇好大扎花喎，俾埋啲街坊啊，哇俾埋街坊啊，喺呢度幾多人喺度？呢度十幾人喎，牛哥你帶咗啲街坊一齊咧，浩浩蕩蕩啊，咁啊帶咗，喂你好，哇呢度有十幾人啊，每人好多扎花，佢咧就諗住派俾啲街坊啊，派俾嚟嘅市民咧就獻花嘅嚇，咁啊呢度哇即係十幾人啊，浩浩蕩蕩好多啊，我哋影埋呢度先，啊突然間咧有啲。興奮感先，因為好大扎菊花啊！牛哥帶隊啊，十幾人啊，咁我哋跟住行啊嚇！哇，喺買噶，特登買噶，你哋啲花，喺買，梗係啦，特登買嚇。我哋收咗十二盒花花，有心人捐出嚟噶。有心人捐出嚟嘅，好。哦，原來咧係有心人咧係捐俾佢哋咧，帶嚟呢一個嘅花壇嘅祭壇咧，就派俾香港市民啊嚇，咁你睇到啦嚇。呢個花隊啊，呢個花隊唔少啊，十幾人啊，好浩蕩蕩啊，好特別啊嚇。咁啊，佢嚟到咧，佢都係分俾啲市民啦，係。放落去祭壇花壇嗰度啊！喂，除咗係阿牛哥帶咗十幾個有心人啦嚇，真嘅香港人攞啲花咧送俾市民之外咧，仲有好多噶，一家三口啊，小朋友都嚟噶，都睇到啊！其實啱啱講嘅就係一分鐘啫嘛，我兩分鐘冇㗎咋。我哋繼續前嚇，繼續行，因為我有同事亦都喺度，應該接住咧影到啊，影咗牛哥啊，我就唔跟過去咁啊。迎面有警察，迎面相助嚇，可能向我致敬啊，咁我哋照舊啦嚇，我避一避開嚇，避一避佢先。好，佢。避開佢啦嚇，咁啊佢哋行過啦嚇。你知佢哋咧左邊右邊好多嘢咧，左能靚，佢好牙路嘅。咁啊睇到佢啦，成條 U 盤係有曬所有嘅嘢㗎嚇，水樽、警棍啊、槍啊、對講機啊等等嚇。咁啊你睇下，我睇下第二個筷子站個出口有冇？因為嗰度呢度冇乜嘢㗎嚇，呢個出入口應該冇嘢嘅。呢個即係有四個警察喺度嚇，呢個就冇嘢發生啦。呢個站嚇。呢個 A 啊，呢個 A 咧就冇嘢嘅。簡單嚟講就講俗啲啊，冇料到啊 A 嚇，咁啊集中喺個嚇頭先我哋直播嗰個位置嗰度嚇。咁我過馬馬路啦，啊過埋馬路都差唔多啦嚇。咁啊～阿細咧直播都做一分過多咗零三十分鐘啦，咁啊都我喺度咧係 A 嘅出口嗰度咧就暫時告一段落嚇，告一段落，咁啊繼續咧你可以睇咧我哋嘅同事咧喺個花壇咧個祭壇嗰度咧直播嚇，好多謝各位陪住我個半鐘頭，多謝曬，拜拜。